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， 欢迎你们来到我这个频道，请你们记得 subscribe 和 like 啊，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天呢就会带大家去深圳卓越汇购物中心的，你深圳地铁就坐4号线或者9号线，去到上梅林站 E 出口就到了。这个商场是美食的聚集地啊，无论是小食、手摇饮品、粉面或者烤肉、火锅，甚至酸菜鱼、北京甜鸭等等的菜式都可以满足到大家。总共有96间的餐厅、美食店任你选择啊！这个商场非常之大啊，有10万平方米的，它的购物环境非常之舒适，商铺繁多，商品种类也都很多的，经常会有优惠的活动添。这个商场除了有很多网红的餐饮之外，时尚购物、家庭娱乐等等的东西什么都有齐啊，而且它还要非常近福田口岸，福田口岸过来只需要10分钟的。是啦，刚才都讲过啦，这个商场有非常之多的餐厅的，那我们现在就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吃先。食街嘅，咁我就唔同种类、唔同地方嘅嘢食都有嘅，种类非常之多，而且价钱亦都系好优惠嘅，好经济嘅。咁你哋望下。食街之后咧，左边就是一个去上梅林站的地铁站的 K 出口。
咁呢個商場喺娛樂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嘅，咁又帶你哋睇下先。就算落雨打風都冇有怕添，希望你哋中意呢段片，請你哋繼續記得支持我啊！拜拜。